有没有认识这个的？看一下，兄弟们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呢，在我们这边叫那个单片蜈蚣，因为它的叶子是单片开的。听我们这边老一辈人说啊，这个单片蜈蚣呢，把它切碎，然后放在那个脸盆里，让那个鸽子吃。鸽子吃了过后呢，就不会经常到那个田里去打野的。是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老人，他经常养鸽子的，他告诉我的。然后现在咱们就回去了。挺老了，挺美。刚刚下了点小雨，这个房子的主人已经回去了。这座老房子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为什么要拆掉呢？主要是那边开车过来，被这座老房子挡住视线了，所以这个房子的主人怕发生什么意外，就把它拆掉了。如果这边骑摩托车过去的话，也被这个老房子挡住了，看不到视线。所以这个房主还是挺有责任心的。好了，咱们先回去了。马夏，马夏，马夏，我躺到这了，还是爸爸，我爸爸哪个这个是盘吗？还是给他喝，哪的？哎妹，俺大喝，大大喝妈妈，啊，俺姐姐给他喝啊，没糖的，等下的，给哪五了？给哪五了？先上去，把这个单片蜈蚣剁碎，给那个鸽子吃。等个好的嘿，你看，嗯，现在爸爸都不肯叫了，直接叫 M 仔了。这个呢，不用放太多，放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先让它泡着，放在里面让大家喝。听我们这边呢，老一辈人是这样说的，因为那个单片蜈蚣呢是可以降火的，然后他说呢，那鸽子可能是上火了，跑到田里面吃那个杂草之类的，所以就呢很容易吃到那个花生，所以说。他说喂那个单片蜈蚣呢就比较好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视频面前的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个方法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 M 仔的视频，喜欢 M 仔点个赞。我那个老二又喊 M 仔了，咱们先下去吃饭了。哇，大的在喂小的。M 仔是蛋糕。嗯，好好好好好。嗯，爸爸妈妈。